是台湾环境资讯学会的灰色部。那实际上我们要推动，我要先今天要提案的是一个，像有点像提案，有点像提问的。那是因为我们有个环境资讯全球推动计划，然后实际上我们知道，就是我们在台湾，如果我们要关心环境议题或者环保的新闻，那我们有个台湾环境资讯学会。那这是一个独立的媒体，那实际上多年来呢，就是15年啊，没有久，那就是在关心台湾，然后保护台湾，就是帮我们守护一些环境议题，然后让我们不要污染等等。像我们推行了一阵子，然后发现，我们这个环境资讯协会做的还挺可以。那我们觉得说，那我们是要把这个模式推广出去，所以我们就有个环境资讯全球推动计划，然后跟全球有一点接洽。那我们一开始是希望说，那因为全球嘛，实际上狂热比较大，但是上呢，我们一开始是希望说，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点小小的成果，就是我们有一个网站，然后呢，我们网站上有我们有不同语言的一些新闻，我们目前收集了5种，就是。中英法的日战，然后我们希望说一开始呢，我们是跟我们的邻居呢，比如说印尼、日本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这些国家，这样子有一些接触，所以我们成立了4个美术专业，尝试要跟当地 NGO 有接洽这样。然后我们另外呢，我们呢网页上就是有一些分类，就是动物、植物啊，然后还有气候变迁等等。但是我们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发现说，因为网站好像。没什么看，然后我们实际上还碰到这个怪物这样子，这个可爱的水滴怪物这样。那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是敌是友这样，就是我们发现说，我们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外界接洽这样。好，所以我们需要 we need magic。好，那接下来看到，实际上如果各位会第三外语啊，或者说熟悉网络媒体，希望能够加入我们这个段，谢谢。Next slide please。